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4月30号礼拜四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金牛座哦，在今天获得信心十足，斗志昂扬，非常适合拼业绩。摩羯座的朋友呢，今天呢是情侣约会哦，恩爱甜蜜没有烦恼。射手座的朋友今天是业绩增加，老板要嘉许你哦，会有一点点财运的。进来，两名星座也要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处女座的朋友，有一点财多身弱，请你注意健康。牡羊座的朋友呢，今天心情烦闷啊，体重还要持续增加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蓝色数字一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五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七，水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六。